华人生活馆一年一度的 Prime Day 会员日隆重启动啦，各种厨房好物疯狂直降，这个视频给您带来8款绝对不能错过的折扣好物，错过这次只能等明年啦。第一款，加高大容量爱仕达3层釜底不锈钢蒸锅，第一层炖汤煮饭，第二层蒸菜蒸海鲜，第三层蒸包子面食，一次搞定全家一顿饭。优选304食品级不锈钢加高设计，想蒸多少就蒸多少，家庭聚餐必用，而且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哦，享有25美元优惠，到手仅74.9美元。第二款，欧江陶瓷25陶享云餐具套装，套餐包含4.5寸碗6个，深盘4个，还有鱼盘、汤碗、汤匙，细腻的瓷质，配上享云刻花，配有精美包装，无论是送礼还是自用，集美观和实用为一体，享有30美元折扣，到手只需119美元。第三款，天玑微电脑隔水电炖盅，全瓷内胆，小火微煮，用发炖煮出来的汤、蛋羹、燕窝，能够保留大部分营养，轻松搞定1到2人餐，享有10美元优惠，到手59.9美元，母婴也适用。第四款，丽人电动多功能切线机G69，家庭限量神器，一键碎在绞肉，模拟手工切线，切的肉馅成粒不成泥，用它做的饺子、包子，口味饱满嫩滑，一口一个，简直不要太好吃，享有10美元折扣，到手仅仅只用119美元。第五款，小熊全自动加厚玻璃养生壶 C18i1，养生壶中的网红款，左旋预约，右旋功能，操作简单，能做8个种类营养美食，使用后就停不下来，并且还搭配炖盅和茶篮，除了能炖营养主食，还能煮各类养生茶水。设计师款粉玉蓝色，又萌又好用。Prime Day 直降10美元，到手仅仅89.9美元。第六款，超牛的电热饭盒 B20J1，小巧精致的外表，实际有2澳大容量，上班也能蒸饭、煮粥、煲汤、打火锅，把喜欢的食物放进便当里，加水通电，简单3步就能吃上新鲜可口的安心饭菜啦！搭配3个内胆、1个蒸盘和3脚架，随意组合，可以下煮粥、上蒸包子、下蒸米饭、上蒸菜，工作午餐，下班回家还能换身小火锅。现有10美元折扣，到手69.9美元。第七款，小熊不锈钢电热水壶 C15Z1，优雅的象牙白搭配精致金饰拨杆，高颜值热水壶，光洁石纹外壁，就是摆在家的艺术品。还有一键保温功能，让你畅饮温水，滋润从早到晚。会员日直降15美元，到手44.9美元。第八款，郭子永分园夫人慈禧湖蓝色件套G20杭州峰会夫人团午宴专用餐具，夫人慈禧湖蓝系列，配置杯子、杯盖、漏斗和托碟各一个，采用的工艺又中彩又中金，无铅无镉，通过美国加州65项标准，茶禅木心，让夫人感受中式闲情雅致。现有10美元折扣，到手140美元。